来看到今天 AM 有一场很重要的这个体育比赛，这是我们台湾女子卡球要回到这个世界杯的关键赛，亚洲杯的卡球赛今天开始在这个印度在打，今天不然六点我们台湾队是对阵到中国队，这个比赛国内有哪有电视台会提供直播。台湾木兰女卡前进亚洲杯，二十起在印度展开小组赛，咱甲地主印度参中国伊朗分地工作。哪个会当太子小组前两名，都会当直接晋级八强。这一摆日本籍总教练越后河南领军的国卡气势真强。这摆亚洲杯也是2023年女子世界杯亚洲区足决赛，只要会当太子八强，淘汰赛第一场去过关。这款重要的关键战役，国内的 ELTA 电视也将进行现场转播，予咱国民众做木兰女卡队上强的靠山。民族专台粉丝力量。木兰女卡比赛，各场拢会直播，观众会当透过中华电信 MOD、海米 Media、ELTA TV 同齐为台湾加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